乱七八糟的，我们看看。在上面。这里的能说的都说吧。那上面先说。可以吧？拍一些红的。你拍个好看的。我来问他。哦，我知道他是最大的是那个臀部的，对对对，臀部的哈。你这是用过了吗？去摘是吗？哇！你上面那个这三个是要要的。啊，玩意怎么这么多线啊？死吧！来吧。是啊，全部拿来的。你爸爸。这个是没错，只是地上有点乱而已。哎呀，老板，你穿这个衣服我觉得会爆，很适合你。但下面的牛仔这个颜色，这个是哪个？这玩意儿是啥？听说在苏州。老板要不要包？要不再说。要。要不要穿到那边？对，等一下，这边那边把那个。还有没有啊？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，插这边吗？把这个存在公园。这个是不是可以说？那个，那这边的那个东西都可以说。刚刚这个线头。收是啥线？应该是你的。刚才在那个设备上面。对啊。收收收收收。可以拍了吗？可以拍了，我就把线给另外一根线给弄过去就好了。没声音，没那个，不用看。你再靠一下，别忘记了。这个电源是怎么用的？没电，这不用，这个就没电了。好，这边还是的。要哦，可以装出来。地上的这边。然后。哎呀。除了插座，这个东西是这个可以要，这个东西可以要，这个插头。为什么那个大哥手特瘦啊？嗯，是的。他这么累了。